的新闻 rap 报道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给我一声尖叫。每天的这个时间，我们准时相见。今天又发生了什么？跟我一起来看。近日，北京的天气越来越冷，行人的帽子成了独特的风景。不但不冷了，而且也非常好看。不戴帽子怎么能抵过冬季的严寒？苏州有座雕塑再度引发争议，这座老子雕塑上眼睛紧闭，露出一个大门牙，舌头也伸出。微博疯狂转发，引起广泛关注。杭州也很冷，导致道路结冰，一辆运钞车行驶中突然失控，撞上一辆私家车后翻在了路边，先系安全转移，希望大家注意安全。青年创意3D画在天津亮相，一顿精彩的视觉盛宴这就送上，供往游客感觉仿佛身临其境，欣赏时一定要睁大眼睛。两名劫匪被困在16层大楼，已经封锁了现场，等待他们自首。劫匪经历用床单爬下了16层，成功逃脱，感觉像是在拍电影。圣诞节期间大批人外出购物，菲律宾交警化身圣诞老人街头炫舞，外出购物人太多导致交通拥挤，看到他就不会出现烦躁或无趣。齐达内和罗纳尔多举办慈善赛，发布会现场两人把记者乐坏，齐达内现场检验大罗的减肥效果，重要的是能帮助别人带来快乐。北半球进入严寒深冬之时，南半球却为了避暑纳凉动脑子，地球仿佛上演了一场冰火两重天，产生强烈的对比却在同一时间。 OK 周拉说新闻播报完毕，锁定酷流网您可千万别忘记，每周的135周拉准时播报，看清楚了时间一定要记好。